两个字形容这次我们的夏季赛的话，就是超越，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超越以前的成绩，变得更好。Other big change for the team, though, is bringing in Maple. And this is a guy, especially yes. for the older viewer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y're just so used to seeing Maple's face show up at MSI, but also at Worlds, you know, to represent the Flash Wolves as one of the most consistent mid laners performing here. So then... 赛品跟媒体常常把我塑造成队上的明星选手。因为我想，就是从 S3 打到现在的，应该也没有几个选手了。Jump back for Maple. Flash is still stunned up. Throw the jump to try to get over everything else. Oh no! Maple double kill under his turret. It's gone bad to worse for Pain. 觉得我在队上的定位嘛，因为我是中路嘛，所以我觉得打中路的话，就是一定要当队伍的核心吧。然后以这前提去扩大优势，这样子。在游戏前中期的时候，就是中路的决定占游戏中蛮大的因素吧，所以做出的 call 也蛮重要的。譬如说，我觉得这波做什么做塔杀或是进 buff 最好，我就会做出这个 call， 然后让队友跟我一起去做。我觉得我的队友的话，在游戏中都挺信任我的，然后也会给我蛮大的帮助的，像是 River 或是 Kevin 啊，都蛮常来中路 gank 的。我觉得我跟 River 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挺好，然后也挺有默契的嘛。我觉得是我们胜利的挺大的一个因素。好快，好快！没有没有，这个是不知道怎么输，你知道吗？想控谁？直接给到一个救急电话，大招给赵信，那是通行无阻。Maple 这边是左杀加里欧，然后右边赵信交给你处理。River 的话就他操作挺好的，然后也挺有想法，所以。我也打比较久了嘛，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就做的事情啊都挺一致的，所以就蛮容易成功。我配过的打野的话 ，River 算是就是很听话的那种嘛，就是我说什么他就会说 OK， 然后感觉就蛮容易控制他的，就是我跟他也蛮好沟通，也是，所以我们很有默契。我自己最大的优势的话就，因为我打了很久嘛，所以其实。中路 meta 现在也变得挺快，所以其实我蛮多英雄都曾经都练过，所以现在拿出来都不是什么困难。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空间应该是对线吧，因为其实很多顶级中路的对线都是非常强，就是一打一的话，它可以确定是有线权的那种，所以我希望我也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下礼拜我们打 BNE、HK 还有 BYG， 打 BNE 的话，他们队伍。挖口吧，感觉要针对一下他，因为他如果有装备的话，他 carry 能力还是挺厉害的。错的是，虽然只赢200，但是因为他是毕竟还是 PSG， 他对手是 PSG， 哦，又是一个幻影锁链签，哎呦，对上 Maple 可以有这么宰制的表现，再换回来被给龙粉帝给定住，连连冲击，冷冽重击这边缓住的是 Maple 已经被放倒了，凯文的深渊铁矛出钩支援，再个强冲击把后路给换了，旁边还有个 Pub 盾了出来，变成神物，接着一个冰河裂隙大绝插一下普攻，闪现普攻补不到，而且现在 PSG 的兵线都摸到塔了，所以现在布米压力超大，是。选择用强开的方式，但这个就如果硬吃就是50-50。兵线游戏，中路线已经去了，完了，这可能是一个50-50的 battle， 就看 River 能不能把握住了。亮了 TP，、哎、BD 了 BD 了，这边来开团，两边都亮了 TP 了。那这边会少人哦 ，Rocky 这一波是选择留在了原地了 ，River 这一波进来被 Rocky 砍爆了。而另外一边下路是结束了，进场三 TP， 直接强推家里面，直接被智商压制。PSG 在最后48分58秒。三个 TP 直接投家，不行，管你八龙，我拿下这场比赛。打蹦那把的话，我们的阵容比较偏向那种团战 AOE 吧，应该是带着冰女，然后想办法去拿峡谷先锋，或是拿小龙物件这样子。但是前面因为有一些二打二的碰撞，然后也没有拿到特别大的优势，所以就比较焦灼一点。但后面还有一个 Ruby 进来把 Maple 给踏死，选择回头直接打鳄鱼进场，直接
Lucky 剑魔将士。打凤的团战很难打，主要是我们的团战伤害不太够吧，就是没有人能够处理他们的前排，所以打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一直拉扯，一直拉扯。这一波打出了一个降智疗的效果，没有人限制得了他。后面一个惊人往前跳，想要收头，完全收不到。这个团战，不必说打的是乱七八糟的，哎呀，被 PSG 拉扯开来了。打不那把 MVP 要给的话，肯定是给 Unified 吧。Unified 那把的话就打得很稳定吧，然后没有给到对方什么机会，所以他整把都临死吧。如果他死了一次或两次，可能那把就结果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巴龙他没有抢到的话，应该已经结束了。跑走了，什么东西？路西恩会出来吗？没有路西恩的话，这里要站桩对决吗？哦，亚索手一个痛。上一次我们打 HKA 的时候，他们拿了戴安娜亚索，这次换我们拿戴安娜亚索。但被留住了，应该有点危险。到了闪现，阿有阿闪，直接吸到两个空月连带受难，赶紧交了一个 R 之后，闪现要往左边走，但直接用位移躲，凝智命运自己没有地方跑了。戴安娜亚速是一个很强的 combo 组合，然后对方的两个 carry 位又是比较脆弱的那种，没有什么位移的，所以那把觉得打团的话挺好发挥的。走，狙击被断了，看起来是有人阻止了 Unify， 但前方那个位置 TNT 还是继续收头，闪现的凯威留住了 MK、下方的位置又是来自 River 的一砍，连续拿下人头，开华的 Maple 针对的是轰手，后手交出闪现，再撞到了墙上。哦哟，不过回到了基地里面还是算是安全。想塞第二颗继续骚扰，但目标来了一个 combo， 用自己的命换走了 Maple， 也算是个一换一对。我们恭喜 PSG 拿下这场比赛，目前战绩来到了10胜0败。因为我们中也是鳄鱼豹女嘛，对方是杰西加戴安娜，所以其实在游戏前期的话都是我们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拿着前期的优势去拿物件啊这些。TV 过来想要保护，直接交了飞针走线，再加上呢是自己的刀光掠影，这时候死前巨鳄登场，这边想要来二打三，但是观开启自己的领域，最后的飞针走线第二段打上去，直接拿下了首杀。BYG 看起来被打得溃不成军，在上半部 PSG 1-0开局。这把打 BYG 比较注重上路，是因为上路是卡米尔打关嘛，所以是一个斗士对决，那其实谁帮得多谁就会赢得多，所以这把大家两边都会比较看注重上路。他那笔直接拿下了两颗人头，哇，这场已经有点爆嘞。就关这角色飞起来，我觉得就挺无解的吧，就是对方想杀也杀不了，就一直输出就行。哇，死前巨鳄一打四，死前巨鳄过来 ，Maple 想要保护自己的上路，然后这里又是凯文赶过来，直接由 Maple 的一个 Q 技能刮死的呼下。这一周打完我们是11-0，对这次的战绩还算满意吧。然后虽然说这一周有许多波折，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下礼拜打 Magi、JT、Liab、Alpha， 就我觉得跟他们打的话，我们如果发挥的很正常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挺有信心一场比赛。